我的挑战赛只剩一把了，在这一把，我将会延续到今晚12点。一把，把输。黄牌用了，冲大招，不着急，给二技能，就打张飞算了，张飞死了。你死一下呀！哎，开个大奶我一下，谢谢。啊。兄弟们还能打不？我只能拉扯。来。好，我拉扯接近是完美，位置一般，没有人。这什么？走！再拉扯一下，后面有一个，看到没？完了！真的是变态啊！他这个二技能 A 一刀我死了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啥呀？我都没看清楚，我怎么就忽然蒸发了呢？兄弟们，我要闭嘴操作了，我的压力很大。我觉得是阵容问题。上一把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好好想一想，确实不好打，搞得我挑战赛都没了。什么快？哎，不要嘛！我才说，我今天晚上一把都不输的。哎，这边我有，很有打输出的勇气，老弟。会一点，但不多。小乔，来，小亮，给他整个活。炸！啊！玩的不错。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